到大陆自由行旅游，如果想要住得好，住的房间够大，建议各位可以找酒店型的公寓酒店。那这种大概就是类似台湾的民宿，房间有多大呢？就跟着影片来看看。OK，我是阿周，今天又搬家了，搬到住在这边，住在这边这个酒店，这一带的应该是不错。住在这里的酒店，在前面那一栋。OK，今天入住的酒店在20几楼，20几楼，等我把窗户关了，就不要那么吵。就这样，就这样，里面还有洗衣机，比那边的空间大多了。大致上就是这样，里面还可以放行李，多好啊！好啦，这间酒店是位在观音桥附近，那这边呢非常的热闹，晚上啊好像不夜城一样。住宿这个房间呢，不含早餐，它没有提供早餐。一个晚上大概换算成台币，大概是1000多块新台币。